你的打拼，甲你办代志的能力，我拢看在眼内。你真清楚，我要挃的不是这個，我要挃的是你的人，也是你的爱。你是甲朋友来在食下午茶？这现在就跟你连落在有一点仔钱，你就干那会晓去买这奢侈品？我做路我要替我身上啊！你上班已经几年啊？还是一个小小的组长？我看你爱探查石头路啦！他现在都一天在盛发，甲玉生上后脚，带你这款媳妇，干那规天气死路命。厝内底会当开公司都不简单啊！这种家庭哦，真紧媳妇呢。我本家媳妇这个位置嘛，绝对是老好姐哩。而且好关节了解，但不是挑过要替刷伊甲陈小春，这两个人哦，真正无缘。做安弟就干那一个重点，伊介意哩。我即马拢有钱，甲安弟互相保持距离。你若是无法度接受，奶奶就是逼我离开盛发，让你安心。小春做代志能力好，这我早就知影。冠杰，你要先带小春去熟悉这家公司的环境，顺便办入职手续。那有人收受贿赂跟你出了半块，暗是美金吗？陈小春是因收受贿赂，才让你盛发挂出去。听讲你咧找小春的爸爸，不过真可惜，到今嘛拢无消息。其实我嘛会当斗三工找呢。你是不是想讲有恁爸爸的相片啊？我有阮爸跟阮妈做伙翕的相片。